光 Plus 中嘉在地影像培力与真见计划开始喽！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，丰富奖励等你来拿。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，或扫描真见简章 QR code。人来人往的捷运台北车站是台北的交通枢纽，也是国内外旅客汇聚的首要之地。除了商店林立之外，你是否也发现身旁精美的互动墙以及历史文物呢？这是北捷与故宫博物院携手打造的捷运艺文空间，大约35公尺的墙面架设10台高画质萤幕，以轮播的方式播出文物动画以及故宫展览讯息，透过多元手法让游客领略故宫之美。转身可见到复制文物坐落于玻璃立柜当中，也可以透过扫描 QR code 聆听文物介绍，带你走入艺术的世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朝郎世宁的《百骏图》巧妙结合数位科技，让骏马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人眼前，饶富趣味。艺术公共化的推行，让民众也能在日常邂逅中巧遇中华之美，与文物同行。公民记者刘巧文台北采访报道。